街市 DJ 同你格格。I Chicken 视像买活鸡，娱乐无穷大电视。嗱，新式街市行高科技兼大玩主题，仲有埋会员草分制。我已经用咗千几分噶，攞咗嘢，攞咗好多嘢，换过一袋米啦，系啊，换过午餐肉啦，又换过鲮鱼，嗰啲罐头鲮鱼啊。干净，好过以前好多啦。嗱，讲到新街市咁好，传统旧式街市仲有订旗。天水围天泽街市会在今个月底开始翻新，由领展管理的天水围天耀街市在二月底关闭，翻新为领会改了名字做领展，无奈就进入到新阶段。不过有文化工作者就说旧街市始终无可代替。小伯，喂，你好啊。点啊？开档了。我又啱啱开的。阿少姐退休啊？有冇落嚟啊？有冇来行下？行过，偷轮先得得行。哎呀，咁啊好闷咯，一入到嚟已经有一种传统嘅味道喺度啦。啊，呢啲咸酸菜一流啊！对于旧街市一个个消失，吴文静就话啦，有种味道系搵唔翻噶。其实咧，我都有担心嘅，因为其实而家好多社区重建啦，都好多旧嘅露天街市咧，都慢慢消失紧嘅。咁当然，我其实唔希望见到一样嘢，我希望多啲呢啲露天街市咧继续去运作，咁令到多啲唔同市民咧可以去感受一下一种即系市井一种感受嘅感觉，同埋一种人情味啦。其实咧，我觉得两样嘢咧都能够可以并存嘅吓。咁当然，新嘅街市无论喺嗰个即系环境啊，又甚至乎即系有冷气啦吓，又地下又干净啲咁样。其实我就覺得兩種不同的體驗嚟嘅，因為一般我覺得市民嚟講咧，其實多啲選擇咧係重要咯。吳文靜仲話啦，當唔開心嗰陣行下街市，幫襯買餸嗰陣，老檔主都會問候關心。呢一份人情味係儲幾多會員積分都換唔到嘅。東網電視記者羅偉龍、鍾曉林報導。